我们县长，还有中央驻马各单位的首长，我们警察局薛局长，还有各位一把 M 各位和李江委，各位尽量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好。我想在说话之前，先介绍一下我们立法院团队的同仁。首先，立法院团队一共16位助理，那么在台北8位助理啊。我唱名呢，请到前面来。我们国会办公室主任王冠宇先生。我们马祖的公务处主任曹尔当先生。好，我们助理邱吉成先生。我们助理曹秀梅女士，我的同学啊，在后面。我们助理曹尔兰先生。还有秘书谢耀明先生。还有助理曹廷森先生。还有助理陈九弟先生。后面还有录影的是我们洪瑞莲助理啊。因为台北国会办公室的需要啊，我们还有陈克南将军以及范宝华将军啊，提前先回去了，因为办公室还要运作啊。今天来的大概台北国会办公室同仁啊，我们大家一起向我们敬爱的乡亲一鞠躬。今天的问政说明会是四乡舞蹈的最后一场，也就是第五场啊，在南竿这边。我们这一次的问政说明会，首先要谢谢我们县长，风尘仆仆台北跟这边，他台北还有要工，但是早上去，下午就回来参加学生的问政说明会。这几年马祖，我想众目睽睽。已经有很大的改变，我们完成了很多不可能的任务，这也就是大家团结一致，众志成城。除了乡亲给县政团队的支持，也给立法院团队支持，给议会团队支持。那么由县长领导的县政团队，结合立法院，结合议会，让我们地区的建设蓬勃的发展。我们从我们乡亲关心的823慰问金啊，很多乡亲问我说，今年中秋节有没有发？我跟各位乡亲在这个地方报告，每年都会有发啊，每年都会发。金门虽然比我们钱多一点6万块，但是金门完全是金门县政府出的，我们由国防部出了4000万，其他的，是由我们县长。跟议员讨论以后，由我们县政经费里面处理。我们再次的掌声，谢谢我们刘县长，好不好？还有大家关心的警察同仁在调回马祖在地服务啊，还有消防人员，那么调马祖来在地服务，警察同仁9位到10位已经如期全部调回来了，消防人员。部分已经先调回来了，有部分因为时间的关系，行政程序作业的关系，由县长跟我分别打量给基隆市的市长，还有新北市的市长、桃园市的市长、新竹县的县长、苗栗县的县长，我们可以说全力的把这项任务完成。那么今年我们智慧城市刚刚也开始。已经快完成了哈，将来各位利用手机啊，可以在订机位、订船票、付款，还有吃的，哪里有吃好吃的，哪里有好玩的，哦，点线面啊，可以说都会看得到。另外就是我们的数位电视数位化，在3年之内也会完成，由祥通公司
那么每一户也会送两个鸡盒。各位亲爱的乡亲，还有很多的建设，我们从北干的北堤到我们大学分校的成立，到桥子码头的新建，到我们塘沽澳跨海大桥，然后为北干的卫生所动土典礼，还有桥子到大邱，这一些都是不可能的任务的话，但是我们已经努力把它完成。另外明年八月份，华信航空公司即将进驻马祖，也就是两家航空公司进驻。我跟各位报告，之前为什么只有一家航空公司进驻？因为观光人口不足啊，流量不够，所以一家都是亏损的状态。现在我们认为时机成熟，所以由我们县长带队，我们去拜访了中华航空公司的何董事长，还有郑文山市长啊。那么得到他们的承诺，也就是已经有九架的飞机进来了，有四架租的，五架买的。那么现在已经在民航局完成五阶段的认证，将来还要正驾驶做模拟机的训练，所以还有前置作业等等，已经都在筹备之中。那么我们还有很重要的是南北干跨海大桥，南北干跨海大桥关系着马祖的未来，它需要120亿以上庞大的经费，我们现在不做，将来就会后悔。所以在去年的年底岁末年终，我们发动了我们要南北干跨海大桥。我也希望我们马祖的乡亲能够支持这一项非常重大的建设。这个桥从综合规划到新建完成，至少需要8到10年的时间，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如果22号的会议通过，我们希望县长这边已经希望先拿1亿元的经费做综合规划经费，那么要10年的时间，10年时间我们南北干大桥做好以后，我们另外由专业的判断再去考虑机场的问题啊。各位亲爱的乡亲，我想由县长领导的团队得到了全国评定5星级，我们是热烈掌声，给我们县长继续支持鼓励，好不好？各位马英九，这几年县政团队、地政团队、议会团队，我们真的是很努力的帮地方的建设打拼。当然，我们打拼的过程也需要我们所有的乡亲，还有各级的民代给我们鼓励的支持，尤其乡公所啊等等各个协力单位来配合完成，非常的不容易。今天晚上的说明会，我也希望乡亲们能够畅所欲言。今天晚上，特别陪同我们学生立委啊，在这里举办问政说明会，就是希望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场合，我们希望说近距离的，听听各位乡亲的意见，对县政工作，提出各项的建言，那作为我们继续推动县政的一个参考以及修正，我们施政的方向。我们希望说，我们所有的施政都能够跟乡亲的期望是符合的。我们希望把我们有限的资源、有限的能力啊，发挥最大的效益，能够满足乡亲的期望，达到建设家乡的一个目的。那这里我首先要非常感谢啊，就是我们立委啊，对于县政工作、对于地方建设的一个支持跟用心啊，在立法院协助县政推动各项的计划，争取经费，协助跟中央各部委的沟通协调，让很多很困难的工作啊都能够在关键的时刻能够得到解决，让县政工作能够顺利的。这是一个非常忙碌也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啊。那委员在立法院议会前开会时是非常的忙碌。那这段时间正好是
立法院休会，九月又要开始下一个会期。那很多的立法委员以及他们的服务团都是利用这段时间去休息度假或者是出国考察。那我们立法委员及他的团队非常的用心，特别安排这样子的休会期间啊，回到地区啊，在市乡领导办理这样子的说明会，把施政的成果跟乡亲报告，更希望在这个时候听听乡亲的意见，让我们的施政更有效率，更能掌握乡亲的需求跟期望。那对于我们选政委员以及他们团队的用心，是不是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谢谢选政委员的用心，非常谢谢。那我在这里也要特别所有乡亲对我们县府的支持跟协助啊，让县政工作都能够朝向我们既定的目标来努力啊，很多的工作都能够顺利的推动。现在来说，马祖这几年发展的是非常的快速啊，我们把马祖的特色，像这种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历史背景，丰富啊多元的生态，以及我们独特的战地景观文化，以及闽东文化、聚落文化，以及我们的美酒美食，都能够完全的呈现，让所有的游客来到马祖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啊，我们打造一个非常优质、非常适合旅游的环境，从交通以及环境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年啊，观光的蓬勃发展，带动各行各业的欣欣向荣。我相信哦，继续朝着这个方向来努力，我想马祖进步是可以预期的。我们评估过去几年马祖的观光发展，大概人数成长到每年大概20几万到30万，但是我们也观察到，我们主要的市场90%以上都是来自台湾的游客。那事实上，这个部分的稳定成长，在我们努力之下，我相信未来这一部分会稳定的成长。但是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市场可以积极开发，就是大陆的市场。我们跟大陆啊，近在咫尺，一衣带水。那大陆市场更是千百倍于台湾市场。未来几年，我想是一个更是关键的时刻，我们会积极的开拓大陆市场。我们希望说借由我们优势的地理位置，善用我们的特色跟台湾的优势啊，愿大陆的市场更能够创造马祖的进步繁荣。我跟大家报告，这个月的8月1号，我陪同我们的立委还有我们议长去北京特别拜会了现任的郭台纲主任、刘杰一主任，我们提出几个提案，希望说经由现在的小城加强两岸的交流，对两岸的交流啊，能够提出更具体、更突破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其中有一项提案，就是希望说大陆来马祖自由行的游客啊，每年可以达到20万到30万。那加上台湾的游客，我相信啊，短期之内我们的目标，希望马祖的游客可以达到50万。如果说我们游客一年可以达到50万呢，我相信马祖的各行各业、观光相关的产业一定更可以蓬勃发展。我们可以为地方的各个产业、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乡亲创造更多的机会。我相信啊，这是我们未来会努力的方向。那过去不仅仅在观光的发展上面啊，我们在基础建设方面也是积极的推动，像我们推动的黄旗航线，我们设立的海洋大学马祖校区，我们正在新建再造一艘3000吨的新的那个客货轮，向我们港埠建设，把福旺码头、白沙码头、桥子码头、大邱桥等等，其实我们所有的建设都在快速的推动之中，许多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啊，在大家同心协力之下，
我们都一一的克服困难，朝预定的目标来努力。那我也跟所有乡亲报告，我们县政府已经完成了12年的中长程计划，以及5期4年的中建计划。我们已经为马祖未来12年规划出一个很完善的一个建设蓝图。我们以岛屿创生、国际接轨、永续发展为目标，加速地方的基础建设，发展交通、观光、产业、教育、设备管理、文化建设等等，还包含我们的国际艺术岛计划、智慧城市计划等等。我相信啊，在这样子的一个方向之下，我们可以快速的翻转马祖，让马祖更有竞争力。那我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的，包含目前已经开始推动的3000吨的客货轮，一艘全新的，我们预计在3年之内就可以把这艘船啊加入地方的海运的行列。我们县里的综合体育馆目前正在规划中，地点就在我们的界首澳口公园，经费5亿2000万。我们的福澳展演厅计划也是5亿多的预算，在今年的下半年，我们也预定会评选出专案管理。那我们的大梅石计划、历史再造现场计划，我们也是已经核定，正在积极的推动中。我们的道路亮点计划，包含的富罗湾的连外道路计划，以及我们目前积极在推动的城镇之星计划、水环境计划，我们希望说整体的提升我们马祖的一个环境品质，包含我们的能面、博鳌港周边环境的改善计划、界首村的环境改善计划，以及复兴村的改善计划，以及我们全县的一个停车场规划等等，都目前积极的推动之中。我相信啊，马祖虽然是一个全国最小的县市，我们的资源很小，但是如果我们同心协力，大家团结在一起，在立法院水政立委的支持之下，在议会的支持协助之下，在乡公所一起努力之下，我相信未来10年将是马祖关键的10年，我们可以翻转马祖，提升整个马祖的一个竞争力。那我们也对马祖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也希望马祖有许多许多的美好可以跟世界分享。我也期许我们县府团队继续努力，也请各位乡亲继续给县府团队、给我们学生委员支持，让我们同心协力为健康幸福的马祖来努力。谢谢大家，谢谢。还有很多现场没讲到的，我们紧急医疗救护的直升机以前7个人，现在机型变得很大，在空中啊，尤其紧急医疗救护啊，病患送到台湾去，台湾海峡、风力等等，都是不可测的。大型的飞机，它的稳定度啊是非常好的啊。县长那边你看到东引去，风力很强，这个非常的平稳啊。凡此林林总总，而且继续未来的，像我们展演馆等等，县长也都在很努力的陆续推动。那么县长这边，除了他个人风尘仆仆之外，他所有的团队也跟我们立法院的团队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立法院的团队，国会办公室，也就是我们连江县政府站台的办事处。所以这几年我们团结、和谐、合作无间。县长这边只要提出的计划，我们几乎没有要不到钱的。啊，那么这几天在四乡五岛，大家对一些大陆渔船侵犯我们的海域，还有抽沙船啊等等，那么也提出很多的责难，我们的快艇速度不够快，所以我跟海巡这边联系以后啊，大概1-2个礼拜之内，我们大型的连江舰即将进驻，就在高登海域那边，给它摆在那边。那么快艇呢，也要在举光，在其他海域，那么以45节的速度啊，应该可以追赶到那边。
那么乡亲对海巡岸巡责难的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大陆渔船侵到我们的海域？说真的，我跟各位报告，老鼠实在太多了。各位举目望过去啊，你从晚上看去，全部都是亮点，都是亮点。我们的海军还有多少？警力不到100。所以我也跟海军属下，你们忍辱负重，乡亲有责任是应该的啊。但是我们公务员要忍耐，要跟乡亲委婉的说明，我们猫实在太强，所以我们继续在努力在加强。啊，当然很多事情也要乡亲的协助。我也跟他们讲要注意，因为你去把他船要扣起来，也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了。大陆的渔民啊，很凶悍啊，你去抓他的时候他会抵抗。所以我觉得我们对海巡岸巡，我们多做鼓励，责任少一点，让他们很用力、很努力的保护了我们家园。大家给海巡岸巡一个掌声，好不好？虽然我们心里面有怨言，但是如果他们努力了，啊，他们努力了，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再苛求他们。你们可以透过立法委员，我要求他们海巡署可以增加部队的兵力，啊，还有船只、舰艇，快速的舰艇过来，大型的船只过来，来守护我们的家园。另外海关这边，我也要求他们尽量能够放松，啊，怎么样让乡亲啊进来的东西，花生啊。你不要先一包两包，他多带三包啊，相亲嘛，花生带三包也是买卖。当然你们有你们的规定哈，规定这个东西啊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在你权限范围之内，他不是做生意买卖，我也拜托我们科长啊，在这一点能够手下留情，好不好？那我们移民署这边也非常的好，我们出境入境啊，那么当初我们旅行社跟我讲说。最近大陆餐厅来这边观光，手续可能慢了一点。我跟各位报告，除了党政军，这个是中央的原则，陆委会一定要审核。那么其他的，最快一天，最慢两天，啊，就完全符合这些条件，马上就发到。我们航港局啊，航港局也在这边。你看我早上提到东局码头、西局码头晋升，那么我们许承彦召集人。打电话回报航港局，下午航港局立即开会，也做成决定，立即追加渔船做我们军政的工作。在这里我也跟县长报告啊，我们的民航局今天翁主任也来了啊，尽量都是尽量把乡亲要求的工作，我们尽量把它做好。最近网络上对土地的事情也比较宽松一点，以前当然由于我的土地要不还，穷追猛打啊。说县政府都没有做事，在土地方面都没有去努力，但是我们跟乡亲很耐心的做苦，总是会有一两笔还没拿回来。以前有10000笔，现在能够变成1000笔，能够变成200笔，这都是县政府啊已经很努力在做了，多多少少越做会越困难，越做会越困难，这一定会有啊。所以乡亲也耐心一点，也耐心一点。那有一些军人占用的地、县政府占用的地、马路占用的地，这一定会有的，好，一定会有的。我希望我们乡亲，我们基于公共的利益，我们也要忍耐，好，我们心胸抱着宽厚的心胸。如果每一个马路、每一个县政府的，比如说基地、政府的用地，如果全部拿回去的话，那公务员我们通通要到海上去上班了，好，这一点乡亲啊，我希望能够体谅啊。今天你看看四年的时间，县长完成这么多的事，我讲了你要在马祖当县长，他在卫生局局长任内没有替乡亲做那么多的事，我们今天连我们赖清德院长都说他预防医学啊，把马祖的环境卫生把它整理干净，蚊虫减少，啊。这个就是灾害病变的起源呐、啊，然后呢，到后面我们医疗，我们健检，啊，不只是在这边检查肝、检查胃、检查肺，甚至我们连旅台乡亲都彻底的做巡回的服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县长到卫生局局长任内，然后让我们的寿命到目前为止平均余命
87岁，这比台北市87岁高度太多了，所以我们将军要洗，我们将军要洗，所以他才能够去竞选县长。他当了县长以后，真的是我们马祖的人才啊，五星级啊，雪山也当过县长啊。当然我的个性比较好一点，他是绷得很紧啊，谁讲一句话他都每天晚上回去检讨自责啊，心痛。我们在那边办或者说不会，我们本来是我们真的在那边请进来，委员要请我说几句话，因为在我南府镇南安4年之内，中央所有的补助路我都是透过这里帮我，不管是国防部，还有那个内政部，还有我们那个水保农委会水保部。所有的机会每一年大概应该是有市值市场像经济部有3500万，那军官部的机会每一年是2400万，那我查内政部里面今年他所补助的是2900万，那还有第二期的工程我们已经把所有的都送到县政府去，委员上面帮我们管，预定可能那个有40个墓穴，应该也有2000万。那护新村的老人活动中心，一直年初因为我们的预算不没有土地没有弄好，后来今天也把那个顾问标那个建筑师也把它标出去了，那准备下个月可能就开说明会以后，我们大概就可以有县政府那个1200万，我们乡所216万，总共1416万。好，刚才我们郑国先生讲了很多，其中提到复兴村的老人活动中心跟办公处哈，所以雪山愿意借着这个麦克风，我跟县长我们一同表示意见，县长请代表好不好？我们复兴村办公处的规划案已经发包，要标建筑师，建筑师来赶快做建筑规划设计，他的钱已经到位了，请复兴村的乡亲请放心，我们请县长再讲一次好不好？哎，特别跟我们复兴村的乡亲报告，我们复兴村的老人活动中心，我们在今年就已经编了1200万的预算，再加上乡公所的200万预算，一共是1400万，416万。那我们前一阵子呢，一直在执行那个建筑师呢，已经流标两次，但是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下午已经顺利的标出去建筑师，就进行设计。如果设计完成了，我们就可以发包了。我相信一到这进度，应该是年底或者是明年初就可以发包。其实这个进度要谢谢乡公所建筑，进度是非常快。我跟大家报告，那个桥子老人活动中心，我补助他那个经费啊，2年才发包出去，刚刚才发包，还没有动工。所以说，复兴村老人活动应该最迟在明年上半年啊，就可以发包动工。跟大家报告，也谢谢。好，谢谢县长啊。